红虫颗粒怎么用。红虫颗粒鱼饵是一款专门针对水鱼类传统钓、台钓皆适用的综合诱钓饵，饵内含超强诱鱼物质，配以植物蛋白、南极虾、氨基酸等，比较适合江河湖泊、池塘水库等自然水域中的鲫鱼、鲤鱼、青鱼、草鱼、黑鱼等。用红虫颗粒钓鱼，打好窝子，而且勤打，用谷物填香饵料，加点原氮胃颗粒。要想诱鱼效果好，加点小药，可以增加饵料，增加在水中穿透力，把鱼从远处给诱过来。红虫颗粒添加了诱食剂，不建议再添加。